说了，葛太太必须马上手术，否则的话会有生命危险。啊！可是，嘉佑的检查报告还没有出来啊！难道出不出来？赶快用我的肾给他换上。不，我绝对不要嘉佑给我换肾。嘉佑，我要让你健健康康的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就是死我也不让你这么做。 许茹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二十多年了，我没有尽到过做爸爸的责任，没有养育过家庭，我甚至没给他做过一顿饭，我亏欠他太多太多了。我要说一个事，一滴眼泪，受一滴点伤，我都舍不得，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好了，不要说了。 哥，快把我的肾给他换上。加油，葛太太的。加油，哥哥，加油，哥哥，求求你了，求求我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没有他，我活不了，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加油，哥哥，我求求你了。 我愿意救，我愿意救，我愿意救，我愿意救。珊珊，珊珊，许茹，我求求你，让我死，让我死！不能啊，振玉，只要你答应照顾珊珊，照顾珊珊，家长。 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心地善良，我求你了，不要，只要你答应照顾珊珊，我的心愿就凉了。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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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爸爸不和，爸，加油！爸，加油！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，爸，我们要想办法救他。周医生今天以前已经向国际的卫生组织申请过了，看看那边有没有声援。如果6个小时以内有消息的话，那家他就不用。 太不保险了，用我的肾给他换上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一件事情了。哥，我为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，我就什么都不欠你。加油，哥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我不求你了，求你了，行吗，哥？ 好，天就要亮了，家辰，加油，准备手术。嗯，啊。
爸，您不用担心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只要能救他，我做什么都无怨无悔。 家人准备好了，那咱们就进去吧。是啊，家里还得做，请示麻醉呢。好。副院长，院长，卫生局的人来了。你就是刘嘉诚？我是。刘嘉诚同志，你现在是停滞期间，而你还要为病人进行手术。 你已经违反了规定，现在经我调查属实，你将终身调离医生执照。这位领导同志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血乳医院前任院长刘血乳。本来这个手术呢是由我和周医生一起来做的，可是我们年龄实在是太大了，怕手术有风险，所以我们指使请刘嘉诚同志他协助这个手术，他并不亲自指导。 现在别说是知道了，就连手术室他都不应该进去。如果进去了，那就是违反了规定。现在再不手术就来不及了。爸，这样，嘉诚，你只要不进手术室就不算违规。这样还是由周医生指导，我在旁边监督。你呢，就坐在监视席前。这样怎么样？嗯，好，走，不准！嘉佑，我不准你去视频那个女人居然是，我不准。 去，妈！站住！刘心如，你这个老不死的，要捐肾就捐你的肾，你为什么要捐我儿子的肾？我不允许！你要是捐我儿子的肾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妈，妈，小林姐，妈，你别这样，你们这些人都怀的什么心肠？嘉佑，走，不捐肾，走，不行，走了，你走，嘉佑，妈，妈，妈。 妈，妈，院长，如果没有肾救活太太，那她的手术会吗？我知道，嘉诚，我去求你妈，我去求她。 同志，你们已经看到了，现在已经没人动手术了，要不这样吧，请两位同志到我们副院长办公室坐一会儿，行不行？哦，没关系，我们爱好有工作，要上过去汇报一下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不打扰你们忙，来这边请。好。哎，干什么呀你们？你们这是阻止我救人知道吗？那要看救谁。嘉佑，这个人跟妈妈有仇。 他是抛弃你的人，你要是把他救醒了，他把你爸爸拐走了，那我们刘家怎么办？嘉佑，这个人不能救。站住！你这叫什么话呀，妈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呀？你怎么到血乳医院来了？啊，给我出去！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别忘了，我以前是血乳医院的院长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就是不能来！为什么不能来？爸，好了，妈。 你们能不能不要基本就吵啊？妈，现在葛太太已经生命垂危了，你非要跟她的死你才开心吗？这件事情不关妈和嘉佑的事，她一个外人，不值得我们这样去为她卖命。宋香，宋香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大哥，你就确保你的手术会成功，没有任何差错吗？宋香，如果手术的话，我有这个自信，而且我们医学方面的事情关你什么事？轮不到你插嘴啊！ 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反正已经决定不再救他了。郑州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做，这人就会死在你的手上。别忘了，你是他的姐姐，那么是同胞姐妹，你知道吧？可我恨他！你恨什么？我就是不想救他。你妈，你别再刺激妈。苏振，你别插嘴，这关了你的事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嘉佑。
我想你应该向卫生局去告状。爸，我想你是误会我了，你大可以去调查，我没有去告状。不用查，我就问你，卫生局的人为什么来我们医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在向着你们吗？医院里的剩下医生，看得过去你这已经被停了职的医生，还要进手术室做手术吗？ 凡是有道德、有纪律、有良心的医生就不会这么做。你好了，嘉诚，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学武院的名声。我相信素香没有到卫生局去告我们。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嘉诚，你真的要去这样做吗？你真的要让妈妈担心吗？妈，嘉诚，这要看什么情况。 妈妈细心苦苦的栽培你，你现在是我们学武院有名的外科医生，又是学武院的副院长。上次的医疗事故到现在还没有检查清楚，你难道想让他们永远吊销你的行医执照吗？妈，我是在救人。有救了，有救了！映雪，怎么回事？有一个人出了车祸，当场死亡了。这个人之前跟红十字会。 签了志愿书，这个肾是可以用的，马上就送过来。嘉诚，依雪，我们走。站住！宋香，又有什么事？卫生局的人已经派人来调查，你还这么执意的要进手术室，你这是违反了纪律。宋香，我告诉你。 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，这个手术室无论如何我都会进的。何况我只是从旁协助，你要告就告去吧。依雪，走。走。嘉诚，陈柔，走，我求你了，我们必须要救甄玉，知道吗？我求求你。
周医生说了，葛太太必须马上手术，否则的话会有生命危险。啊！可是，可是嘉佑的检查报告还没有出来啊！报告出不出来，赶快用我的肾给他换上。不，我绝对不要嘉佑给我换肾。佳佑，我要让你健健康康的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就是死我也不让你怎么做。